在四大名著《西游记》中衍生出来的猴戏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，所以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我们的中原美猴王孙敬腾。哎呀，这个敬腾的猴戏啊，那真的是非常的了不得哈！今天机会难得，大家有没有想上来跟我们的敬腾学学猴戏的？有没有？让我看一看。哎，又来一个。简单的喜怒哀乐吧，喜怒哀乐，来一起学起来。看林元春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有一点点难度啊，来，再来一个。这是小老虎，这不是小猴子。这样吧，我们耍耍兵器行不行？对，手心对手心儿，啊，手心对手背，哎，手心对手心，手心对手背。哎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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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真的是，哎，你别说，转起来了啊！呜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最快的速度，不错不错啊！对吧？谢谢，非常感谢各位。